在这个我们这个成立以后啊，训练这个骑马，这个包括骑术啊，或者是马背上这个抓捕啊、追捕啊，这个当中啊，也队员们受了很多苦，也有好几个队员因此训练呢，受过伤，最严重的就是有的这个腿骨折呀，或者是这个手指头磨没了呀，还有这个马摔下来以后啊，浑身这个挫伤之类的这个伤情非常多。